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，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。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。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不懈努力，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。